沙拉越首长阿德南今天出席活动时提到，与西马比较，沙洲明显落后，但东马和西马是一样的，所以要求东马也一样繁荣。阿德南除了呼吁人民珍惜沙拉越的和谐与安宁，也促请人民选择本土政党领袖。他说，沙拉越不要行动党、公正党、伊斯兰党和巫统进来沙州，他不希望沙州被西马政党领袖影响以及灌输仇恨思维。此外，他也抨击伊党要落实伊斯兰刑事法的做法。Ya, dan sebenarnya malah butuh dari depan malah. Exit.